魅力分成的较量，就是第一局的争夺已经出现了多次的让大家感觉到考验神经的比分，现在是20-20。这球搓得非常的好，很贴网。21-20，林丹再次来到第一局的局顶。两个人争夺的是本次世界锦标赛男单的最后一个四强席位，胜者将迎战印度尼西亚的上届亚军索尼。突击界外，这样林丹是以22-20拿下了第一局险胜。是时候红牛了，红牛维生素功能饮料。每一条曲线都是领先工艺的精工杰作，每一段旅程都是执着向前的进取轨迹。伊兰特悦动，祝您尽享人生。北京现代 iSCOOL 冷酷升级，红星尔克冰爽系列，赢的动力。红星尔克 To be number one。以信心赢未来，机智。